撇着半面走啊，真厉害啊！哎呀，一下是这个大爷人厉害啊，撇着半面走啊。嗯，在独村说多转转，这个大爷人能走。他日的下雨，嗯，那从独村往东的话是上哪去了？那从独村往东看看。现在不是等一下独村？我上独村河沿。中国大哥，你给转转吧，你看看发群里去了吗？你不是说有入本书记的电话吗？你不是说是有入本书记的电话吗？你给发群里去了吗？发群里去就好找了。你导航看一看那个地方在哪里？他不知道家里找饭了。哎呀，腰痛。哎呀，腰疼腰疼腰疼，肚子疼啊。先把你送回去吧，不是？大爷找到了吗？大爷还没。哎呀，我说嘛，咱说实话，还是我这个流量小了。你个这个大爷，昨天看到的，这不今天给我发的，昨天看到的，今天才看到我的视频。我看到的时候大约9:50左右，上午十点，昨天上午十点下小桌哈。下着小桌，好撇着半面也走啊，真厉害！那他下雨他都走，那你那都要了命啊！下雨他都走啊，那你说这他能走哪去？风雨无阻啊，你这咋回来？下雨撇着半面走啊，人家有人看着嘞。昨天上午十点，下雨撇着半面。就这样走，你咋回不了？你咋怎么弄？我回来要去送到上东走了吧？哎呀！我们现在在独村，他可能也着急，走了好几天了还没到家，应该是手里钱不多，没有钱了，想早回去。结果越走越远，不是主村，是肚，小肚的肚，肚子的肚，嗯，肚子的独村哈。大爷呀，大爷，你在哪里呀？大爷呀，大爷。对，独村。
抓不住他一直走啊，不停地走。哎呀，越走越远了。什么样的人？60来岁的大爷大叔，60来岁，然后呢，小脑萎缩，背头发。你可以点开我的头像，看看我作品，我作品里边就有他的照片。对，找不着家了，走错方向了。兄弟，兄弟，刚才有个人说那个什么，昨天上午10点来钟，昨天上午10点来钟，他这个在往都村走着，在都村附近，在都村附近披这个薄帽往东走。你们从都村往东找找，好不好？从都村往东走，往东找找，时间从都村往东走走看看。这个人发的视频很管用，因为人那个播放量也很高，只不过吧，就是说看到他的人吧，当时没有看见我的视频。如果他如果说你们都看见我的视频了，你们在走路的时候就会留意，你留意住，你看见他了，你肯定不能叫他走了。所以人帮他找找家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啊！再怎么说播放量在这里，我相信附近的人肯定有能看到的。对，有的人就是很有可能跟大爷擦肩而过，是。小刘一东，我，好好好，我刚从杜村来了。小刘一东，我在小刘一东是个姨，我在转着没有他，我这会儿接着回杜村。小刘一腿儿不是这一东吧？是不是小刘东？啊？小刘东姐。是。小刘腿儿都热疼。这个杜村不是有？不知道的根本不留不。啊，中中中！你上杜村，你从杜村往东。往东看看，那就是都村，在员工庄北里还有两个合页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把照片再上村里去，给村里叫他往群里发发。他那个员工庄北皮不是有两个合页吗？有可能呢，他买东西，他闻到合页在往哪走，是不是？他想回家，合页往哪走？有可能他就上合页了。从都窜窜了，真是管用。晚上困觉他咋困？
我跟你说吧，他马戏他有吃的有钱，干嘛没有钱了没有吃的了他走的就慢了，他没劲儿了他怎么走，这会儿吃饱了倍儿棒，又像锻炼身体似的，一天恨不得就走30公里路。对对对，哎呦，找人儿。